人越大越不开心，但如果好像吉林这只狗一样，想滑雪就自己拉住雪圈，帮忙跑上斜坡，就可以坐住雪圈体验高速滑雪的快感。他还会将雪圈拉回去滑多次，好可爱啊救命。狗狗的快乐就是这么简单，冰天雪地都可以自娱自乐。换个人来试下，一定可以想翻起快乐的初衷。狗狗玩雪确是有一手，特别是雪橇狗，在吉林这种冰天雪地的大东北地区，带他们出去散步千万不要记得了带雪橇啊，不是在人放狗定狗放人就不知道了，搞到跪地瞓身未免太大礼了啩。是啦，咁至啱㗎嘛，自制雪橇帮到你，带埋小朋友仲可以享受亲子咯。狗界有雪地王者，当然都有低级玩家。早前就有荷兰媒体曾经报道过一段主人带狗狗去滑雪的影片，慢动作回带可以见到狗狗突然跣脚，一路由山上边碌咗落去，落山姿势真系非同凡响啊！学太高手啦，懒到极致先至系识玩滑雪噶嘛。不过带狗去滑雪都系要注意保暖啊，慎防佢哋因为留喺雪地太耐而四肢冻伤。